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好了，最后一集的红杆老司机啊，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了。为什么我来上是最后一集？因为是最后一集，所以才慎重的找你来上。这样听起来好像好听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单元很简单，叫红杆老司机。不过说实在，你邀我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有点紧张，因为你目前为止只有播出一集，一集，对对对。那其他集听说也差不多时间都拍了，对，我还没办法看到。我听说就是，如果是跟泰山一车的话，那个幕后的出张嘴的是你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很紧张。后来听说今天，哈哈哈哈，你也有今天，对，我今天你的嘴巴不能动，你要靠别人，对。换口味，我担心观众朋友这个看不习惯，他们还是喜欢我。今天背后的影舞者是像，应该是阿呆跟泰山吧。阿呆跟泰山，他们两个站立我 handle 得住，我应该 OK。OK 啦，都是小嫩嫩而已哦。而且如果阿呆泰山他们两个讲话不得体，让姐不高兴的话，我就送他们去封港。你不要一开始就给人家压力，那个我跟你讲，剧本已经写好了，也改不了了。对，他们还是会照念，绝对不会手下留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刚好开这一台。我买的新车 ，brand new 哎，对 ，HRV， 而且你有选这个玫瑰金的空力套件，好不好？黑金版本。托你的福，我才看到有人选玫瑰金，当然，而且好看哎，用新车，出发了，用新车，用新车，没有，是你来才有，其他的来宾，我跟你讲，代步车而已啦，全部上了就发现哇。原来你是这个至高无上的嘉宾，好好好好，好不好？100里程而已，对，100里程，出发，上车，耶！终于到这边了，耶！终于不是我们两个了，终于换都被搞完了，对。尴尬，不是，你知道什么？今天我找你来吗？不知道，因为都是你在剪的，所以说让你参与了。不是因为阿哥今天我是补位吗？不是，因为在画面会比较好看，不然我们两个很干。好。现在要开始了吗？老板 OK 了吗？好 ，OK 了，好，开始哦。随便你处置。太好了，正经一点，太棒了，终于来了一个懂车的。好，太棒了，今天终于来了一个懂车的。哦，拜托，我不会因为你讲这种话恭维我，就多发你通告。我不吃这招的，好不好？孩子们，姐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，今天尽量放马过来，因为这是小师的第一次。这个老板平常是对你们好不好，就在今天要弄啊，弄死他！今天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用力的给他推了，收到。他不会怪你们，他不会怪你们。你现在不要回嘴哎。好，停，做得到。好，什么都不必说了，什么都不必说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小雪来上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小雪来上我们的节目。我们这节目只打算做一集而已。凭我们的交情，我们制作小组叫我找一些当红艺人奶妹，我都不要。太长了啦，我对不起。你很烂，好，你很烂。凭我们的交情，本来我们的企划都叫我要找一些年轻的奶妹来上节目，我都不要。对，我坚持一定要找你来。真的哇，谢谢你看得起我，我也还算年轻啦。因为我们制作费不够。对，因为制作费不够。阿妈，搞什么？好，你可以开，要开车，好，要开车了哦，终于要开车了，好，可以出发了。不能讲，好痛苦。香蜜好做年轻奶妹，香蜜。刚刚是谁讲？我等一下回去看那个播出版，我找出是谁在那里讲什么年轻什么问题哈。那我们欢迎廖老大。廖老大，廖老大。我廖小妹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是廖老大？因为你姓廖啊。因为你姓廖啊。我是廖天丁的后代，我是廖北啊。那你知道哪一个姓氏的人最容易生气吗？姓廖多好听啊。那你知道哪个姓氏的人最容易生气？哪个姓氏最容易？应该跟廖无关吧？廖不会生气，廖那么可爱。姓施啦。姓吕的。姓吕啦。姓吕，为什么吕？为什么会生气？因为吕氏不爽。因为吕氏不爽。烂干，小朋友换一个。那你最近在忙什么？
哦，那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听说除了开制作公司，我最近啊，就是我们还是有 Super Snow Show 的频道，然后有电视节目也在试车介绍报道车。如果阿呆泰山他们两个讲话不得体，让姐不高兴的话，我就送他们去封港。可以让我宣传对不对？趁现在小事不能回折，就用力给他宣传下去哦。赶快脸书 Super Snow Show 找出来。好好好，那要到哪里加入呢 ？Snow Homie 啦。好好，那到哪里加入？哦，到那个脸书的社团 Snow 一撇 S Homie。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听起来还蛮不错的。哦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去加入。我也有在里面。这还要想那么久？其实你如果想通，对啊，对，这不用想，立刻 right now 加入 Snow Homie。我也有在那个社团里面。你有吗？对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你都没买，什么意思？好像我们都生意人啊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佛陀开店，店名要叫什么？我问你，如果佛陀开店，店名要叫什么？佛陀 shop。Photoshop。佛陀 shop。没写，很好笑。小朋友，等一下，我看这谁出的题目？金牌球，好。有人说主持汽车节目只要是女的露条腿就可以了。有人说，主持汽车节目只要是个女的露条腿就可以。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水准吗？你不觉得这样说很没水准？我不认同，我不认同。他说没看到我们在做功课，没看到每台车来那里研究规格，没看到我们在看大家的留言，都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，只看到一条腿。我不认同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也不认同。什么叫露条腿？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嗯，我也不认同。什么叫露条腿？嗯，要露两条腿。我把你的腿砍了，我让你剩一条腿。这你也能笑？听说你为了开好手牌车，我假睫毛掉了。哦，听说你为了开好手牌车啊，还有去找统哥特训，还有去找统哥特训。有统哥还被称赞非常的会跟，他说我是他得意门生完的狗。他有教你边开边笑的秘诀吗？那他有没有教你边开边笑的秘诀？统哥试车笑很重要，边开边笑的秘诀他倒没教我了。是哦，那我可以教你开车的时候。是哦，嗯，那我可以教你开车的时候，嗯，想想自己的性生活，想想自己的性生活。这样我怎么回？不是说呜呼，一路都呼呼，只要笑就好了。你就笑就好了，不笑也不行，笑也不行，笑太多也不行。你知道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吗？你知道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吗？爱笑也是啊，对啊，笑口常开。然后我们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笑就会好运。不是，是因为通常运气差的都笑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跟着小师走。好运自然有，跟着小师走，好运自然有。为什么要继续笑？继续笑，笑笑笑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师的性生活。你跟我讲一次，跟着小师走。你跟我讲一次，跟着小师走。跟着小师走。有朝气一点，有朝气一点，有朝气一点。跟着小师走。跟着小师走。好运自然有，好运自然有，好运自然有。他好笑吗？他没笑啊。等一下，你还没笑，等一下我要酝酿，因为你的笑有点淫秽。我的声音。你的笑有一点不是我驾驭得了，再一次哦。你知道我已经快一个礼拜没有洗澡了吗？你知道我已经快一个礼拜没有洗澡了。你有闻到臭臭的味道吗？你有闻到臭臭的味道？我现在不想用力闻。你闻一下。为什么你跟我不洗澡？闻一下啦，吸一下。我哪里啊？吸一下。还好啦，没什么味道。没有啊，最近我老婆都不准我洗澡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说我这样就不能当她的臭宝。装可爱。因为她说这样我就不能当她的臭宝了。我为什么装可爱？啾咪，啾咪，啾咪，可爱一点，可爱一点，可爱呀、啊！你们不要再逼小师，拜托你们不要逼小师做这个恶心的动作了，我不答应，不想看。好，虽然我现在笑得很开心，不要让小师做这么猥亵的恶心动作。虽然我现在笑得很开心，
但其实我最近常常跟我老婆吵架。但我最近常跟我老婆吵架。她昨天才跟我讲一句话。她昨天才跟我讲一句话。一定是你不对。她昨天才跟我讲一句话。她说我白天没啥鸟用，晚上鸟没啥用。她说我白天没啥鸟用，晚上鸟没啥用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这样弄小事？你们确定要这样弄他哦？不是干我的事哦。那身为初代的汽车节目女神哦，那身为初代的汽车节目女神，你有什么想跟进入这行的后辈分享的吗？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想进入这一行的后辈分享的？我觉得只要抱持着热情、用心、用感情，其实我觉得这一行是一个很开心的行业。哦，还有一个你没说到哦，这一行其实真的蛮开心，又好玩又趣味。还有一个你没说到，没啦，就是用热情、用感情啊，要露两条腿，要露两条腿。我被推砍了，我被推砍了。要先留右脚，因为要踩油门刹车。不过我真的觉得你是非常勇于尝试的人。不过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勇于尝试的人。那倒是。上次还模仿九天玄女。上次你还模仿那个九天玄女。我有看啊，很好笑。哎，你有看呢、欸？真的有看呢、欸。我有看，很好笑。这样了，这样了。很好笑。啊，你知道我看你那部影片后就买了那台车。你知道我因为看了你那部影片之后，我就买了那台車。你感动不感动啊？哦，真的吗？你感不感动？我推坑，然后有人入坑，这是长年累月的事情，我还算蛮习惯的。再怎么样的车，我都是有办法买。那你敢不敢动嘛？但是如果是小司，因为看我影片买车，我当然感动啊。你那么挑，对不对？感动、哦？我不感动，因为他发公文来关怀说叫我车不能动。因为他发公文来关怀说叫我车不能动，所以我不敢动。哎、欸，你要谢谢我哎、欸！我跟你讲真的，这台车是一个好车，而且你没看过这么负责任的车厂，他一天还给1500块。他还送杯具给我。他还送了杯具给我呢。有。在面对他的消费者，你还赚到。他还送杯具给我。杯具啊。啊，真的送杯，有真的送杯具，就悲剧中的悲剧。好了，既然我们都讲到那台车了，好了，既然我们都讲到那台车了，那你知道改完轮框最好不要开太快，不是因为轮胎会掉下来哦、喔。你知道改完轮框的车最好不要开太快，不是因为轮胎会掉下来哦、喔。看你啊，你如果尺寸改得更好，然后轮胎换好一点，为什么不能开快一点？没有没有，那跟尺寸没有关系，是尺寸。那跟尺寸没有关系、啊。是因为你如果开太快，是因为你如果开太快的话，没有人看得出你换轮框。你一定要这么尬笑吗？好尴尬，因为我很尴尬、啊。我们也很尴尬，我很尴尬。我们两个那么熟，不用尬笑。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，自从他买了劳力士，他都把衣服剪成七分袖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这是自己家的，是你自己家的。你不敢加，敢打他？不加，破坏游戏规则。不加。你知道我以前有个朋友啊，我认识那么多人，然后来上通告的很多朋友，就是一个最厉害的，就是第一次上通告，穿着西装笔挺，抽出一支万宝龙的笔签，劳务报酬单，那个人叫做。是我晋存，朱咪，对他，对他，对他，不要再看我要比这个动作，朱咪的镜头，对他，对他，谁要看他这样啊？朱咪，很猥亵。好了，还是很谢谢你啦。好，还是很谢谢你啦，还是很谢谢你。好，那你常在试车，有什么是你试车中感到最头痛的事情呢？有什么是你在试车当中啊、觉得最头痛的事情？停车吧，在市区停车真的。哦，那我跟你讲，其实很简单，我教你一个解决头痛的方法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很简单。你有办法解决？我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。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哦，这个可以解决我头痛的方法。就是你要停车前先吃颗头痛药。就是你要停车之前先吃个头痛药，那就不会头痛。就跟我小时候偷吃妈妈的东西被揍，被揍为什么不会痛一样。这就跟偷吃妈妈的东西被揍却不会痛一样。因为我吃的是妈妈的止痛药。因为我偷吃的是妈妈的止痛药。不是，我刚刚正要讲，那这样以后啊，小师老了啊，膝盖会痛啊，你就吃阿钙就好，你就吃阿钙就有健康的膝盖，你就不会上下车痛。我跟盈婷都是爱狗人士，你最近也养了小狗。我跟盈婷都是爱狗人士。对啦，是真的。盈婷最近
也养了小狗，又养一只。所以我曾经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卖警犬。我曾经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卖警犬，后来我就去买了。警犬哦、喔。对，后来我就去买了。它很帅吧？应该是狼犬那种啊，很挺拔那种警犬。结果送来一只吉娃娃。结果送来一只吉娃娃。我就去找卖的人理论。吉娃娃真的是警犬吗？我就去找卖的人理论。后来我就被他说说服了。后来我就被他说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那只是便衣。他说那只是便衣啦。可以卧底。吉娃娃那么可爱那么小。可以卧底。他是卧底。哦，是哦。对对对对。他要到哪里卧底啦？那你知道狗狗瞎掉之后会变什么吗？那你知道狗狗瞎掉之后会变什么？狗狗瞎掉，嗯，盲狗。我们家狗狗后来白内障都看不到。盲狗。可以开放来宾打吗？可以吗？尽量打，尽量打。我最喜欢被打，我喜欢被打。尽量打，尽量打。我喜欢被打。真的？等一下，你刚刚说没洗澡，真的？那请问你什么老鼠最爱干净？海鲜拖拉机。哎、啊、哎、欸欸欸，等一下，还没完。什么老鼠最爱干净？因为我养过老鼠、欸，哎，最爱干净。我觉得那个黄金鼠是蛮爱干净的。哦，没有。因为竹鼠也真的是没有没有没有。不是吗？不是不是，是卫生鼠，边比出老鼠样子。鸡鸡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卫。鸡鸡。是卫生鼠，可爱一点。对着他比，你要不要 Q 卫生鼠？就这样 Q 小视频，任何的猥亵的动作，谢谢。卫生鼠，对对对。那什么老鼠最好客呢？什么老鼠最喜欢请客那种？最好客，照你刚刚那逻辑，应该是最好客，好客鼠。不是啦，傻逼鼠，是傻逼鼠，鸡鸡，好客鼠。不是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让我想，我好，你刚刚那种烂逻辑。傻逼鼠，鸡鸡。什么老鼠会一直很开心？开心鼠、happy 鼠、嗨嗨鼠，不是笑鼠，叽叽，笑鼠，叽叽。哎、欸，你走嘛，等一下我去把它叫出来。有两撇胡子向上的是什么鼠？有两撇胡子向上的是什么鼠？两撇胡子向上，比老鼠，比老鼠。这两不是，是鼠翘翘，叽叽，寒鼠，寒可爱一点哦，可爱哦，是鼠翘翘，你不能当我，不会当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讲老鼠了，不要讲老鼠了。那你知道什么动物最不会喝醉吗？虽然我觉得难笑，但我睫毛掉了。那你知道什么动物最不会喝醉吗？好像还是动物就对了，他们真的很爱，很有爱护动物的心。不对，是青蛙。青蛙？为什么？因为蛙无醉，蛙无醉，无醉。青蛙不会醉，醉蛙。因为蛙无醉，蛙无醉，无醉。蛙无醉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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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骗我！不要骗我！不要骗我！蛙无醉，蛙无醉，无醉。观众都不知道，其实我跟你有一点私交。观众都不知道，其实我跟你。你有一点私交，我们私底下是真的有在联络啦。我们私底下是真的有在联络，吃饭都有，对，会会会。那你知道有一首歌是护士的小黄瓜吗？那你知道有一首歌，是护士的小黄瓜。护士的小黄瓜是卫生署出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听我唱，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机构出的？你听我唱，还是护专的小黄瓜？护专的校歌？不，护士的什么东西？小黄瓜？对，没错，小黄瓜。你说吃的那个小黄瓜？真的啦，有一首歌啊。护士的小黄瓜，从出生那年就飘着。护士的小黄瓜，从出生那年就飘着。童年的荡秋千，随记忆一直往到现在。童年的荡秋千，随记忆一直往到现在。你有没有听过这种？我是建议杰威尔音乐，是不是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不是那个吗？噔噔噔噔噔，那一天啊，故事的小故事的小黄瓜，从出生那年就开着，谁帮我把这一段截给周杰伦？好了，那一样都姓周，你知道周星哲吗？那一样都姓周，你知道周星哲吗？知道啊。他女朋友是一个主播，你知道吗？他去图书馆都不会借书的。他去图书馆都不会借书的。他去那跑图书馆干嘛？因为他都怎么能轻易说要借书？
因为他都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是这样唱吗？应该是吧。是这样唱。我是听不懂你在唱周星哲哪一首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唱哪一首。不好意思，周星哲若有得罪是他的问题。那你喜欢哪一个歌手？那你喜欢哪个歌手？其实我喜欢很多，但我蛮喜欢张惠妹。我前阵子还听着她演唱会。阿妹。那我唱一首张惠妹的歌给你听。你要唱阿妹了。那张惠妹有一首歌嘛？写信告诉我今天你穿什么颜色？写信告诉我今天你穿什么颜色？哇。白色。衣服的衣服白色。类似是不想说。蓝色是鱿鱼。不好意思，张惠妹阿妹，我喜欢你，不代表他会驾驭你的歌。你知道我模仿很强吗？哎，你知道我很会模仿。我唱一个来给你猜猜看，好不好？真的很会模仿，这真的。我唱一个来给你猜猜看，我模仿谁？我应该可以来。你用张学友的声音唱《爱你》。Baby， 尽管多说一点，看着他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感觉多一点点，好让我。真的看见，姐姐，不要再讲，做那个动作，你知道是模仿谁吗？好了，你知道模仿谁啊？知道，那个唱王心凌的歌，张学友啦，张学友在唱王心凌的歌啦，这个你的老梗我听多了。不是，是杨森达，不是杨森达唱爱你。杨森达模仿张学友在唱爱你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再来一首好不好？再来一首，猜猜看。再让你猜一次。哦，这么多才多艺哦。再让你猜一次。五百唱如果可以。还要酝酿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带走那一场雨。在唱谁的歌啊？你知道我在模仿谁吗？你知道他模仿谁吗？模仿我大概他那个 quick call 有点像500，不是 quick call 啦，不是，是黄登辉，不是500吗？刚有这不是500吗？黄登辉，黄登辉模仿500，走运到生啊，安来，跟着小四走，好运自然有，安来。我好累哦，我好累哦。好啦，算了啦，不跟你玩了啦，你都猜不到。好，算了，不要，你都猜不到。什么叫我都猜不到？我猜得到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唱两句哪首歌？观众朋友听一下。我有听过，但观众都没听过。哦，可以哦，让你猜一下是谁。我有听过，观众没听过。好，让你猜一下。我终于看见了梦想。哎，没有歌词。哪里会有梦就飞哪里吧。高嘉瑜都唱得比你好听哦。你知道我学谁？欸，高嘉瑜都唱得比你好听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继续学。而且果然证实。他怎么可以歪嘴？打他！我说我等一下，闭嘴！我怎么会选高嘉瑜？而且果然，证实了一件事：你当初选择当主播跟主持人是。正确，那我们就回电脑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哎，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，我们回电影吧，呱呱，我们回电影了，呱呱，呱呱，你救命，呱呱，我急了，所以你刚刚有没有自己加油添醋？没有，我如果可以加油添醋，我跟你讲，节目更好看。你们真的快回来了，你们小心一点。跨赛压力，超怕蛋的。跟着小狮走，你换就跟着小狮走，好运自然。跟着小狮走，好运自然有。看了真的，叽叽叽叽，呱呱呱呱。好了，好了吗？出去了。让时间带走那一张雨。回来了。找他们，找他们，去找他们。是谁弄我？救命是你吗？对，救命是你，救命是泰山，你这么娘啊！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样子讲救命吗？我真的没办法哎，那是谁 Q 他一直比动作的？是谁？阿呆啊！我真的，我等一下就扁你。他都靠装可爱在把面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啊，看不出来嘞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坐那个位置被控制是这么累的一件事情。你才知道你以前这样弄人家。我真的好几次欲言又止，又不能讲话，然后他们叫我做很蠢的事情，我还得做，这样痛苦。不觉得我们两个回来以后都，我累了，精神都很好弱吗？我觉得好累哦。我没有这么
会累过哎。不然下次这样好了，如果我们有做下一季的话，我们就反过来操控来宾。不可以，他们的梗太烂了，我没办法。就是我跟你讲，我都骂脏话了。痛苦的地方就是在于你觉得很烂，你还是必须说。所以你刚刚觉得哪个点是最烂的？从头都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下一季再做个节目，下次看可不可以操控来宾，也还蛮好玩。我就看到时候发哪个来宾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要求我什么奶妹那个，我一定是不可能的。哦、真的、哦？对，我一定还会找你来。因为制作费还是很有钱。没有，我刚才打他好开心、喔、谢谢你们这些烂我在怕他都进起来，让我一直追他。好啦，那个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小雪的频道，还有他的刚刚讲的那个 Snow's Homie 的脸书社团，这是电商，微电商 Homie 啊，对 Homie， 好不好？可以加一下，要去买东西哦，我也加在里面。好啦，那希望这个节目成功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，叽叽叽叽，叽叽就是你，叽叽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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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危险，来呱呱。嘴巴咩嘴巴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高岛沙发按摩椅智能声控动口不动手